我真的好想你，抱歉我套用这句话表达我的心。昨晚台北天气是晴是阴，是否还留着我们狂热的心。其实这是首歌献给我的每一个你，唱给你听，不是刻意。当你的笑声回荡在耳机，萧伯的那句 Nobody 无病教会大家说的那句就是这一首歌记录了他们这一个夏天的回忆。刚刚舞台是他们的，可是从现在这一刻开始又会有新的课程等着你们，也许会有人要离开，但是我觉得最吸引我们的地方就是每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成熟。我想电视机前有很多不舍他们的人在观看。胡玲，你的最近代表一下就所有离开星光大会的人，给他们一个美好的祝福好吗？其实我们经常平时都在开玩笑说我们从来都没有觉得他们离开过，因为我们还常常在微博上有很多的联系，然后基本上这个 MV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看，就是超颖这样说，哭了又看，看了又哭，但是就还是愿意假装自己还在，大家都还在那个环境当中。我想我要代表来到拉芳星光大会的每一个同学，感谢我们的主办方，感谢拉芳，感谢东南卫视，也感谢所有支持我们这个节目和我们这一群学员听我们唱歌的朋友。因为有你们的存在，有你们的祝福，我们才会一直的这样幸福的快乐的唱歌下去。也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人的歌声都能够伴随你们，让你们拥有每一天幸福快乐的日子。谢谢，谢谢。大家一起喊汉霄，我们想念你，好不好？好，来，三二一，我们想念你。唐汉霄，我们想念你，他们想念你，你听见了吗？我听见了。你在哪里？他们想你。还有这边，陆云已经被吓傻了。你知道吗，唐汉霄，你让大家哭成什么样子？真的，我知道我的错。你想他们吗？其实我一直我脑海里一直在重复着，所以我们在一起，从一开始到东南卫视开会大家还不认识，然后到最后台北我们一个一个分开，我感觉
过得太快，真的过得太快。一会吉他的哭成怎样啊？一会对啊，怎样？现在突然看见他，你怎么可以忍住不跟我们发短信的？然后你知道我们特别讨厌，就是每次聚会就一个人发一个字组成一个句子同时发给他，然后他更讨厌，然后他就一个人回一个字组成一个句子回复给我们。对啊，然后这次他竟然神秘出现，我短信都有留着。其实看到他突然出现在现场，应该说还是百感交集吧。嗯，对，刚刚汉桥声音出来我震了一下，会不会真的有来现场吧。我真的觉得就那一刻我汗毛也竖起来。汉桥，其实大家都舍不得你走，今天你来了，我们星光十强用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好不好？汉桥加油，大家加油，一定要加油。我想在接下去的课程的时候，更需要你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爱的拥抱，让他们走得更远，好不好？说这个夏天凝结了很多爱唱歌的年轻人的梦想，有些人离开了，他们把梦托付给留下来的朋友，他们会带着这一份祝福走得更高更远。全场热烈掌声，再次谢谢我们所有的星光班的成员，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电视机的观众，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下周十强将带来一场令人目眩神迷的音乐盛会，曾为许多天王天后打理造型的 Roger 老师将带领着时尚设计团队为同学量身打造出全新风格的演唱会造型。摇滚小子的招牌长发不见了，没有毛病，喜欢你这个造型，请 keep 住这个 style。好。邻家女孩将化身为超性感女神。超颖。啊！我非常的欣赏 Roger 老师给你的造型啊，你一站出来就有明星的气质，明星的这个 power。我喜欢我。胡林的全新火辣造型即将亮眼出击，全新的胡林，掌声欢迎他！哇！就是今天这个造型，让他所有的东西都打开了，都对了，对。十强蜕变。